再过几天就是七夕情人节了，新竹有十七家玻璃业者推出许多别具特色的玻璃艺品，让人看了忍不住赞叹，真有创意。一对可爱的猫咪互相依偎，情深意浓，调换一下位置，细长的尾巴向上勾起，就变成一个心形图案。还有这个名为求偶的金鱼作品，一只在高脚杯里，另一只尾巴还显露在杯子外。作品描述男女间情感的转折。这个的寓意所含的，其实它就是说，为了追求爱，不惜铜墙铁壁都要冲破。它代表一对夫妻难免会有争吵的时候，他们争吵以后呢，两个就分开，分开以后，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心一定要连在一起，再怎么争吵，夫妻还是一样，永结同心。看似冰冷的玻璃，透过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，可以变成拟人化、有趣的商品。用简单的线条制作成的人偶造型，以不同角度做摆设，不需言语也能让另一半感受自己的情绪。这两个人对看着，彼此很深情。那么他也可以表现生气，当他转过来，他有不愉快的情绪，透过作品你去表达。就另外一种更深一层的心情的表现。七夕情人节前夕，新竹市玻璃业者联袂推出多种兼具创意与巧思的玻璃艺品，包括玻璃首饰项链、玫瑰花等，让民众感受甜蜜温馨情人节气氛。新唐亚太电视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。